前呢，我在教，也不是以前啊，现在也有在教小孩子主日学的时候，我最喜欢跟小孩子讲说 Bible 里面的故事，因为呢，它不是一个传说，其实我们现在都可以说得到。就像亚伯拉罕，他在祭坛上献了以撒，还有雅各与天使摔跤，后来改名为以色列。摩西带着一些人，他出了红海，为了逃过了埃及的追逼，还有但以理，他丢在狮子口的时候怎样？神派天使让他保护他，没有被狮子咬到。到约书亚，他带着祭司约柜绕城了七次，民众大喊，耶利哥城就怎样就倒下了。好了，先他们被掳，可是我在这里有信心，就神会保佑。
身体如果没有灵魂是怎样的？是死的。但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。耶稣在马可福音对他说，你若能够信，在信的人凡事都可以。让我们凭着信心，我们的一生就交在主的手中，我们的一生都在主的手中。
主，你让信心在我们的生活中开始面对许多的考验，我们是要相信神所说的话，活出他给我们信心而有的真实，还是我们选择是看见环境中对我们有益处，环境中我们觉得可能比较好的一个取向。主，在这许多的考验中，你让我们一步一步想到的耶稣所走过的，耶稣所走过的路不是按照当时跟随他的人群的要求，要他得着世界上一个当时就能够拥有的政权，拥有的群众，拥有的一个地位，还有给以色列人当时就有复国的应许实现。主耶稣，你没有按照当时跟随你的一个期望，所以主啊，在我们的生活里面，我们有许多的期望对着你，可能这时候我们感觉到一些期望没有实现，求你帮我们看，带着我们看耶稣所活出来按着父神的心意所要实现的是完全的救赎，不是暂时脱离压力或者环境给我们的一种捆锁，而是要让我们因为相信他，我们能够坚忍说不是现在。主，按着你的时刻成就你的心在我们的身上，不是按着我们现在觉得就解决了，所以我们可以觉得比较舒服，乃是主，求你完全的得着我们的家人，得着我们的家族，得着我们的民族，就算我们要再等，因为了家族的缘故，我们愿意忍耐到底，因为你在我们人心中做的工作的确我们现在看不见，可是我们相信你，好让主耶稣跟随你的那个门徒，他们没有看到他们所期望的，你没有恢复了以色列的国，但是你却成为全人类救赎的那位唯一的君王。所以主，我们今天在这里宣告的是，我们的一生在你的手中，求你今天早晨再次让我们清楚地明白，我们的一生在耶稣基督的手中，他必然负责我们的一生到底。所以我们的信心宣告就是，主，我们这个属灵的家全然也是在你的手中，你必然让我们每一位虽然有不同的路程，可是我们要跟随你到底，我们要甘心顺服，至终得着从上头招我们所得的奖赏，就是为耶稣基督活完一生，得到生命的冠冕。谢谢你耶稣，这是我们的目标，也是我们的标杆，要跟着耶稣走完人的一生。所以今天早晨我们在这里敬拜你的时候，耶稣基督，愿你在这里居首位掌王权，愿你来恩膏我们每一位归向属于你，向着你，被你所造，使我们的心归向你，我们开始明白，更深的明白你在我们身上的心意，我们也愿意完全的顺服，完全的顺服，谢谢你，奉耶稣的名。